盛记白粥，盛记白粥是澳门当地人相当喜爱的粥品店，不像台湾人吃粥的口味都是咸粥或广东粥，澳门人喜欢每天早上在粥品店里点上一碗白粥加一根油条，一口油条一口白粥就打发了早餐。盛记白粥之所以有名，与粥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。开了60年白粥店的老板娘说，白粥看起来像豆浆，喝起来却是米香浓郁，米粒分明。老板娘说想知道怎么做，就多到店里吃几回，自己体会体会。盛记白粥不但白粥出名，另外九层糕、棉花糕、炒面、牛栗酥、田间堆也是澳门人常吃的早餐。